倒数结束，空中开始飘下白雪，也让现场大小朋友瞬间陷入疯狂。屏东圣诞节正式点灯梦幻开幕。屏东圣诞节活动24号晚上在屏东公园点灯，除了在入口处打造12公尺高的主灯、旋转式造梦场，固定表演时间，熊熊厂长还会跟着律动。另外，今年的椰蛋树不但高达3层楼，也很有看头。今年我们的屏东圣诞节是一个粉红的圣诞，那么我们打破以前的一些想法，我们有12座的主灯，大家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最大的粉红的圣诞。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。不管是卡通造型的童话世界，还是奇丽绚烂的地景装饰，或是梦幻星空隧道，都让游客有不同感受。有那个粉红色的圣诞树，很漂亮的，跟去年比较不一样。有儿童区还蛮可爱的，圣诞树，觉得拍起来很好看。屏东圣诞节活动即日起到明年1月1号，就算在南国之境，也能有北国的耶诞氛围。TVBS 新闻叶凤达，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